嘿、hey ，那张伟仁，你对我们这边拍这条更大的事情许可吗？没有啊，这是下雨呢。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这边是我们男生的范围。OK OK， 帮我申请哦。OK OK， 谢谢。我哪只？先拍再说。这边是开放空间，专供行人通行用。如果你要从事其他行为，包括拍摄，都要向大楼申请许可。请问路边的人，如果今天不是因为下雨在这里拍摄，要跟你们申请许可吗？拍摄需要申请许可。我在这边工作过，我带我朋友来拍照过，我今天只有遇到你是这样跟我说。这是我们的规定，我们不然我请主管来跟你沟通好了。因为我不想要见他。没关系。到了，到新宿就公车中心。请问我可以离开了吗？你可以离开啊，我现在。你本来就可以离开啊。是啊，被疼的。